你看那烧烤手法怎么样？嗯，这生蚝是蛮新鲜的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生蚝真的很 OK。是吗？谢师傅，他们说生蚝很 OK 耶。好、哦，谢谢。生蚝要再多一份。啊，要哎我哎那店长，店长。他有没有跟你说，我们生蚝呢，如果加单呢，要另外有费用呢？哦，这样子啊。嗯、我去问一下，好的，他们股东们，好，你们是熟客，有没有折扣啊？好的。那多半是没有的。喂，那个生蚝真的有 anchor 客喎，俾唔俾特，俾唔俾折差啊？48一只。28都不要喎、啊。28。廿八真系廿八。有成价。嘿，你好，是18一只。我那还可以，那就给你来两份。六只。哎，等一下，我问一下，你们生蚝总量是多少？不能说他们加价完了以后我们没有了。你放心，我们这个货源是源源不绝的。那我们也要加。店长，生蚝还要一打，一打不，手快有手慢，手慢就没有了，不多我们就没了，不多真的不多，我们这个货源是源源不绝的，对不起，我们希望每个客人都可以享受到，就可以就是每个人限量供应。对，这可能你先加三个好不好？好的。哎，对不起，那加四个可以吗？可以。哎，太好了，可以。喂，四号台四只，六号台三只 ，OK。两只，五号台三只。所以五号台三只。妈妈好乱啊！3、3、4，我们要叫三个。可以，你拿两碟吧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哇，这个是加单的，追加的啊，追加，对，追加了三颗，还欠你两颗啊。谢谢。以的，真的以的。好，非常高兴。